真心的介意嘉玲，失去嘉玲，我真正唔知我敢有法度像迄进前失去夜会了，阁有迄个勇气去爱别人。你别烦恼啦，我会去甲嘉玲回去的。只要你的平安，结婚做啥物代志，我拢管你。我万一为阮事情阁拍拼一摆，你阁有一个翻身的机会。你家这分手这两句话，你甲提走，阿哥还是也一摆好无？我听讲你业界要重新布局，要进军超商哦。我那这条我那真有兴趣。我当然以前是化水的跟同的兄弟，咱是做正经生意的。咱若用来路不明的钱，人会讲咱跟乌都有关系。什么物件？你赶紧提走！啊，无马上我叫清洁队来给收收的，动作不爽干掉。恁爸可怜一世人，我有可能才收你啊。我是真心的介意嘉玲，失去嘉玲，我真正唔知我敢有法度像迄进前失去夜会了，阁有迄个勇气去爱别人。你别烦恼啦，我会去甲嘉玲回去的。只要你的平安，结婚做啥物代志，我拢管你。我反对好党诶，提前投资咱业界，若是要争取，我感觉金夫人较理想。啊，我嘛希望老夫人有看到我的心意，愿意给我机会进一步来说明。啊，公司要增资。金夫人跟学长，你较支持谁？所以我愿意为阮事情去拍拼一摆啊！孙女有恭喜呢，你看有嘛想通啊？你给我一个翻身的机会，你家这分手这两句话，你甲提走，啊，过完事也一摆好无？